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你们好。在此，我非常荣幸地为您推荐16号 Robinson Street, Greenwich。这所高端现代的一线水景别墅的占地面积约为1365平方米。从别墅放眼望去，美到令人窒息的水景毫无遮挡地就呈现在您面前。别墅还配有私人海滩、控温游泳池和温泉。在 Greenwich，像这样的水景别墅只有为数不多的19栋，别墅分为上下三层，共有5个卧室，包括豪华的主人卧室。从宽敞的阳台可以直接观赏到 Woodford Bay、 Woolwich 和 Lank of River 的优雅景观。中年阳光充裕的客厅里可以直接清楚地看到每年一度的新年焰火。厨房更配有高级的大理石台面。这所别墅坐落于该地区最炙手可热的地段，街道安静，少被外界打扰，适合几代同堂的大家庭。别墅设有多个大门，为家庭成员，特别是老年人的单独出行提供了便利。这里去 Bay Street Ferry Wharf、 Greenwich Village、 Parklands、 Greenwich Public School 和 Wollstonecraft Station 都很近。这栋别墅绝对称得上是一线水景别墅里更好的选择。